八十一，在美国待了三个月，剩下这八年都在加拿大。我觉得哪个国家都不如咱们国家好。有一个感觉就是哈，学东西不分年龄，只要你用心，什么都能学会。现在我的好评特别多，回头客也特别多。是回头客吗？我来老路这大姐，说话的听不到，一个比划，一脚子转了就这么着。你要这么一拽，他就说长的。以前这老姐姐不要钱，我们老刘积极点，杯子也是钱买的，这属于这时间。我吧，不以挣钱为主，我在玩儿，爱玩儿，乐趣，喜欢，挣不挣钱没关系，我的钱花不了。我这个人嘛，也不养生，什么保健品我都不吃，就喜欢吃窝头、白薯、南瓜。一下感觉年轻好几岁，快七十了，天天在这儿捡，他捡的挺好的。林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